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标准答案，告诉你你是谁，然后你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认识你自己，你要怎么发现你自己，因为所有的答案都在你自己，只有你自己可以告诉你自己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，然后你应该要怎么去认识你自己。所以你知道那些跟我朋友聊天的时候，我就说啊，算了，我知道了。朋友就问我说，那应该怎么认识自己？我说这样好了，现在就回去，然后就打包好的包包，带一个背包，然后现在廉价航空那个机票不是很便宜吗？就直接上网随便订一家。一家就随便订一个国家，不要告诉我你要，不要告诉我要订哪个国家，要去哪里，然后要干嘛，都说。